那我们今天要宣布有一例新增的确诊个案，那也是我们的敦睦舰队的实习生。这个磐石号里面总共有28人确诊，那卫生单位先已掌握接触者现在是692人。那总共到今天，我们总共确诊的案例有429人，那236人解隔离。好，那总共呢，343位哈是境外的移入，那55例本土病例，28例，好是我们的哈敦睦远训的支队，那6人死亡。就有关华航哈，华航的班机，那一班里面哈，我们从美国入境的班机哈，总共有12例的确诊，这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那现在我们全部的剩余的328人的检验全部都完毕了哈，那全部都是阴性。那另外国内的案件也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社会的案件，379例，相关的接触者123人哈，到昨天都已经监测期满，并没有发现阳性的个案。好，那这两个案子我们都会结案。